真是想想气不过哦。第三天讲好了，下半天一定来转走的，结果还是不转走。大家看看，这个是啥个环境哦？这个是金桥镇三桥幼儿园里面一个废弃的幼儿园啊。我们这个小朋友呢，现今天好点了，昨天不行了，昨天一直咳嗽呢，在什么地方睡觉了？两个台子拼起来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小孩子让他睡上面，我们都睡在下面呢。那看大家看看呢，这个地铺呢，还有都说了今天下午来接的，还是不来接。今天第几个晚上？第三个晚上了啊、哦！抖音发出去。哎、第三个晚上了，去看看我们前面那个几个。那大家看看呢？那说好了下午来的，我们都等着期待着呢。我们当着他们的领导呢，当金桥镇的领导说话算数的呢。那结果还是不来。今天第三天还是睡在这里呢，那就是这样的环境啊。你看，那这个小宝，整天哭，今天就感觉好一点了呢。然后他们妈妈要把打地铺了，准备打地铺了。啊、哦。就是这样的环境，楼上还有，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啊。楼上也有，我们总共来了两个公交车嘛。那这位大哥睡在这里呢，然后这里面看一下有多少呢？哦，这个里面也有，有吧？有没有这里？没有。有。哦，有，你在这里。哎呦，乱的嘞，是不要说了啊。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呢。那就是这样的，说好下午来，如果不来，就这么多人在一个空间里面，能好吗？你领导们有良心吗？啊，说好了第三天来的还是没来，有良心吗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你们里面总共睡了多少人？一个小房间，四个人啊、哦，四个男孩子在这里面啊、哦，大厅睡得到处都是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逻辑？真是看不懂哦。寒心哦，身为上海人真是无语寒心哦。那里也有是吧？到处都是。那里也有啊，哦，这里也有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哦，这里也有。反正是他是还好一点了，能这样啊、哦。大厅里面真是乱的嘞。前面一个房间也有。